大家早晨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穴位拍打，敲百会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四二，推擦耳根，一二三四。二二三二四二，敲大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二三四。四二，拍打腋窝，一二三四，二二，三二，四二，换边儿。敲肩窝，一二三四，二二，三二，四二，换边儿，一二三四，二二，三二。二二，三二，四二，换边儿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，四二。打胳膊，一二三四，二二，三二，四二，换边儿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敲双臂，一二三四，二二，三二，四二。拍打后腰，一二三四，二二，三二，四二，敲胆经。三、四、七、八，换边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膝盖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。三、二。四、二。换边儿。一、二。二、二。三。拍腿，一、二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四、二、推磨，一。三、四，好，摆好站桩的姿势，双手下落，手心翻转斜向上，吸气。两眼平视远方，呼气下落，周身放松，脖子放松，两肩放松，脊柱结节放松，腰放松，胯放松，膝盖弯曲，放松。吸气，捧起来，两眼平视远方，呼气下落。节节放松，气沉丹田，手心翻转斜向上，吸气，呼气下落，周身放松，腰胯放松，气沉丹田，八段锦预备式。八段锦开始。
健身气功八段锦，预备式：左脚开步，与肩同宽，屈膝下蹲，掌抱腹前，中正安舒，呼吸自然，心神宁静，意守丹田。两手托天理三焦，上托起，下卧呼气，上托吸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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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右开弓四射雕，搭腕吸气，开弓并步呼气，搭腕吸气，开弓并步呼气，搭腕开弓并步，搭腕开弓吸气，并步呼气，搭腕开弓并步呼气，搭腕开弓调理脾胃虚丹呼气，上举于吸气，下落呼气，上举于下落，上举吸气，下落呼气，上举吸气，下落气，上吸气，下落气，上举吸气，五劳七伤往后瞧，起身吸气后瞧，转正呼气，
身，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桥，摇头摆尾，去心火，上坡，下岸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上举，两手攀足不甚腰，上举，下按，反穿摩玉，攀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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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举，攒拳怒目增气力，抱拳，攒拳怒目抓握，回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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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团团木木，抓握，回收，团团木木，抓握，背后七颠百病消，体肿，颠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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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体肿，收拾，两掌合于腹前，体态安详，周身放松，呼吸均匀，气沉丹田。健身气功八段锦，预备式：左脚开步，与肩同宽，屈膝下蹲，掌抱腹前，中正安舒，呼吸自然，心神宁静，意守丹田。两手托天理三焦，上托，下握，上托，下握。上托，下卧，上托，下卧。上托，下卧，上托，左右开弓四射雕。搭腕，开弓，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并步。开弓，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
病入。搭腕，开弓，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调理脾胃，虚丹举，上。鱼下落，上举鱼，下落，上举鱼，下落。七伤往后瞧，起身后瞧，转正，起身后瞧，转正，起身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桥。身后桥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上坡下岸，右倾左旋，摇头摆尾左倾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右旋，摇头摆尾，上举鱼，两手攀足固肾腰，上举鱼，下岸反穿摩月攀足，上举鱼，
二，反穿魔域，攀足上举。下岸，反穿魔域，攀足上举，下岸，反穿魔域，攀足。上举，下岸，反穿魔域，攀足。上举，下岸，反穿魔域，攀足上举，攒拳怒目增气力，抱拳，攒拳怒目抓握，回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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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攒拳怒目抓握，背后七颠百病消，体肿颠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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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体肿收拾，两掌合于腹前，体态安详，周身放松，呼吸均匀，气沉丹田。把段子就给大家播放完了，谢谢。谢谢金春老师。那个是这样吧，今天呢这个中明大师呢开始今天这个上这个课呢，他现在应就是说一个他正在那边呢参加一个会议，他问他尽快上来，因为这个国内这个情况也没办法，现在也是那边七一嘛，这个政治任务也比较重，所以那边他有时候也推不开。但是他尽量早点上来。他现在呢发了有两个视频，我一会儿我转到那个群里边，我现在正在转。他这个刚发了一个，我看是多长时间的啊，一个是一分半的，一个是2分05秒的。我那个文字已经发了，因为他这个呢需要下载一下，我下载以后呢我转到群里边，马上我转到这里边。
那个Cindy老师在吧 ？Cindy， Cindy 在吧？我在。Cindy 在。咱们八点钟正式开始吧。开始以后呢，我现在尽量去转这个，因为它一个一分半，一个是两分，两分五十秒吧。我转到群里面以后，你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转到咱那个八段锦群里面，把大家都能看到，大家要点群里面能看到。那你最好是在这个里面分享一下。我先试一下，我先给它播住，给大家先分享一下。我看时间还行吧，我看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一个一分半，一个两分，我现在给大家分享去吧，因为我刚刚我看转不过去，我因为我现在转过，我分享一下，反复播一下，我现在看看，你分享我这边都转发不了了，转发还得有个过程啊。我看看，转发一下。他是入门太极拳云手，大家看啊，入门太极拳这个云手单式练习。我看一下啊。那个金钟老师，哎，在了，在了。他这个第一个都结束了，一会儿呢，这个中文大师他讲的时候呢，他有时候他那边可能用这个 Zoom 他不太习惯，有时候他问呢，你即使接他一下声音都行了，有些你知道怎么给他回答他，有些呢大家都回答吧比较乱，他有些不习惯，有时候他你不回答了，他因为是大家听不到了，嗯。这个已经好了，我把这个转到群里边，我现在把我转到那群里边，大家也可以在群里打开，一会儿呢这个Cindy老师把他这个再放到在视频上放到这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行，给在那个平台上分享，东明大哥应该很快就上来了，今天时间好一点，充裕一点，9点钟10点钟没有课，可以往后走一点也行，反正大家有时间呢，反正一周啊就这个时间。他这边在国内面也比较，我这个应该转过去了，应该我现在播第二个吧，第二个两分多钟。单边揽扎一的硬式练法，声音有点小。揽扎一，第一个我已经转到了群里边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第二个。这也可以转到陈氏太极拳群里吗？不是，对对，陈氏太极拳群，对对对，因为也可以转，你也可以转到那里面，你不是也在里边吗？我没在陈氏，我只在阳。陈氏，你回头你回来，我可以。陈氏，我今天发了有我一会儿发到群里边吧，我把那二维码发到群里边，可以扫码，现在还可以。不打陈氏，学不了。190多个人，学不了那么多。他这是零基础，他这现在就是陈氏太极拳就是零基础，零基础大家，基本是入门式。当身体发亮发胀，左脚开始受不了的时候，再把心气下沉，交叉手反复做懒扎一。
啊，我这个可以转了。那个森迪老师，你现在我看几点？现在，森迪老师，你现在都开始播吧？第一个应该看到了吧？我把第二个马上转到群里边，就是八段锦群里边。嗯，我现在从计算机上头下来，换到小平板上头去，因为孙子要用这个计算机来上课了。啊，那个我的森迪老师啊，在吧？森迪，你看到第一个看到了吧？群里边你看到了吧？嗯，我把第二个也转，第一个我看到了一个，第一个已经转到群里，啊，对对，第一个是一分多钟，那是入门，你开始吧，你看看那个，给大家播一下，你能播一下？第二个我也转过去了，我看看。第一个是入门太极拳单边揽打一，双式转换训练。哦，这是下边这个。第一个是单式训练，单式训练，云手，单式训练。我已经转到群里边了，我看看群里边有吧。啊，都有了，两个都转过去了。我去掉，我把它去掉，你播吧，我把它去掉。哎，森迪老师，你开始播了。播这两个。啊，对对，第一个是一分半的嘛，一分半的，还有一个两分多一点的。你给大家就是播一遍，再播一遍。他应该是钟明老师应该嘛，他应该很快结束都上来，他尽快上来。